记者杨兴汉台北报道，张信哲忙完工作，年假终于可以松口气，陪陪家人。他今天带着爸妈回故乡云林，开心笑说：“过年就以爸妈为主，父亲大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妈妈想在哪儿停车下来散步就在哪儿玩，套路完全不用规划行程，乐得乖乖当妈宝。”他去年推出新专辑《永恒》及新书《自私》，为感谢团队工作人员，年前特地在私厨举办了尾牙宴，还亲自出马料理白酒蛤蜊意大利面。谈及他的厨艺如何，张信哲谦称不太会做菜，但因为个性喜欢追根究底，所以吃什么都会去研究食材、做法及步骤。他自信地说，对于何时要把白酒收干，哥哥可是有练过的。果然面一上桌就被同事扫光，让他相当得意。张信哲中年前办尾牙，犒赏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潮水音乐提供张信哲下厨做意大利面。潮水音乐提供张信哲年前办尾牙，难得秀出厨艺。潮水音乐提供。